93。 我从来我到93岁没跳过舞，可我会跳么歌，那么一拉，这个能歌吧，那么一唱一唱都能唱歌。另外个耐心功夫。我们是成立于1988年的6月22号，是上海市中心城区最大的一个公办的养老机构。我们目前住养的爷爷奶奶的平均年龄是88.6岁。 10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是13位，90岁以上的话，我们有273位。所以人家都说家有一老啊，有3一宝。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住养老人都是我们的老宝贝。从最早的这个机构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护为主，到现在除了日常生活照护以外。 心理慰藉、精神的关心，包括医疗的照护、大健康的管理等等，现在已经排上了机构照护非常重要的要求。礼拜一画图，礼拜二做手工，礼拜三唱歌，礼拜四休息，礼拜五看电影。这对我的好，对我的太孤单了。 老年人嘛就一家头，也没人讲闲话，护工老好的，对伊拉讲讲，年纪轻的人讲讲，这个生活真好。搿是阿姨告诉我，我身体会得用，我欢喜得了搿搭，习惯，我到处真习惯了，迭个的朋友老多的。